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先说我是通灵的时候，我就很怕他会倒，然后他在我那炸弹客，我真的是傻眼猫咪，炸你个鬼！好累啊！那梦娜有可能是抹除吗？所以他可能是怀疑梦娜是抹除，然后可能全部想错，抹除啊，剩下抹除了，剩下谁？我还在，梦娜还在，夏陆地。诺英、西雅五个人啊，那是西雅，怎样？他要传，他不会传，啊，他传，那只是使用传送，啊，哦，好累哦，那机，哇？下陆地岛了，在下城中心下面。这里我刚没注意到有谁，但那时候西雅有在。那我就跟你说啊，是西雅，因为我是工程师。那还就是抹除。没错。没错。快点，快点！哦，是进去啊！游戏宕了，游戏宕了，游戏宕了！你们谁游戏还在？有没有赌成功？有你成功了，我游戏直接断掉。闪退啊！没事，赌对了。还有我们戒毒啊！手速超快的，戒毒中，手速失忆了。我以为他只知道我是什么职业。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，我胆子。我直接在你面前变出一台超大台的传送门呢。他自己炸弹客哦，谢哈基，我受到安慰了。谁炸几点？我想说，太好笑了，天哪！你说通灵，我就很担心你会倒，然后你还说你要参加炸弹客，我直接吐血。太猛了，高端的玩法。想说，哎呦，还要拆了吗？炸弹客！而且，刚最后怎么只剩我们三个人呢、啊？因为夏绿蒂他应该是没有拿到面罩吧？我很认真在做任务，我想说我做任务，然后梦娜被刀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闪了，我闪了。啊，你闪退？我一闪了。所以这个模式还是比较容易闪退。我想说，我们还有五个人呢、啊，然后就一拍桌只剩三个，想说吓死。Why you do that? Why you do that?我只是帮你拆一拆之后 ，Oh my god！ 然后拿枪戳戳你而已。No！ 这模式还是没那么稳定。哎呀，这是冤魂。那我们玩一下那个其他模式好了。是我妈，是我妈。不要杀了你。我们这边换一个。太可怕了，那我死也是你厉害的。被丑黑的死跟西亚的死都是我害的。你们小心一点。刚刚那个我已经玩很开心了。我们虽然运气差，但我们手速够快。有新的哦，最下面的可以。好快。对，我们手速够快。哎，哈基有什么？可能他智慧，是语速吧？他可能语速比较快。说出来的那个瞬间，震惊了大家。太我刚刚脑袋就想说，刚炸弹客嘛，所以我要跟抹除者，好，我就先一起上抹除，抹除，抹除，抹除。好，我选炸弹客。所以你真的也选了炸弹客。太有趣了，天哪！他一定为了节目效果啊，真的太辛苦了。对，没错。哎，伤大了，半伤大了。我本来想说，如果我倒了，那就是他自拆的。那我们来挑战这个官方的躲猫猫，好久没玩了。嗯，
哦，那我要把音乐打开了。对，这就是可以开一下音乐，那个官方的还蛮刺激的。那鬼在你附近的时候，声音就会比较大声。哦，就可以透过这个来躲啊。其他的我也有点忘了，玩了就知道。反正不用关麦，大家可以一起嗨。好，好诶，好诶。然后是我们的蘑菇岛，下陆地可以来看看。是我，我会拉花枝。是我，他看起来可凶了。赶快趁现在跑！完了！我们就是做任务会让他的那个、啊、变鬼的时间减少。拉绳了。然后不能来回拉绳或来回走楼梯哦，因为那会让鬼到不到。视野这么小哇！正常，我们也是。视野超小的。视野这么小，都比你好小。哦呦！西亚，你们倒在哪？至少可以稍微说一下。我们在那个……哦，没事。先不讲了。你死了！死了不能说话了。对。哦呦！我们人那么少，让他们讲个遗言嘛。看到尸体了，那不要去，不要去。尸体，你看到尸体哪里？哪里？左边，我们。这边是哪边？夏绿蒂那边看到尸体了。不是，你都已经讲过看到鸡腿了，他就一定知道在哪，你就直接讲吧。我们不知道，啊、好人不知道。泥皮，欢迎加入。泥皮，你知道这游戏是可以开麦讲话的。我的尖叫被消音了，还有一分钟哦！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！哪里？你不要过来，是哪里不要过来？哪里？不知道。哪里？这个时间到还有狂暴吗？我也忘记了。应该有吧，看起来超恐怖，好像有吧。对，好像有狂暴。十秒。他在右上角，他在右上角。他要滑绳过来了。他滑绳，他在中间。好远，好远。那记得他好像地图可以看到，还是什么东西可以看到的？快跑快跑，还有那个红色的那个不是吗？嗯，哎、欸、对，心跳，想想刚刚我说的话，快跑快跑，好人是可以钻地道一次的哦。好人一生平安、啊、太远了吧。有没有地道可以钻？有没有地道可以钻？没有、啊，狂按 Q 有用哎，键盘都要被按坏了，夸张。记得好人是可以有钻一次地下道的机会哦。啊，钻地道是会很快出来，钻不赢。为什么不说一下自己到底在哪里呢？来不及吧，只顾着惨叫。害怕了，没有办法，当时我害怕极了。啊，欢乐主播啦！我以为我躲最久的。啊，我刚最后一个。啊，对。嗯，没错。没有错吗？你刚刚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。青椒。他在中间，快跑！我不要吃青椒。青椒很好吃。你别再吃青椒了。你比如说他讨厌青椒，所以他讨厌诺英。什么？谁讨厌？没有，他刚刚已经这样讲了。喜欢吃青椒了，青椒很好吃，最喜欢吃。他每次都把它挑出来，然后丢到垃圾桶里。没有，每次我都咀嚼三十下，我才吞下去。细细品尝他的。他没有摸着他的良心，他把良心收在那个垃圾桶了。等一下，好可怕。还好加速，都可以。Doki Doki 、哎、我在解了。他好像在露台附近哦，右边露台附近，好可
怕。有六六吗？右边露台附近，其他人小心。我被他接下来跳，为什么要那个嘴巴啦？真的，好可怕的。哎呦，他自己好可怕。嘿嘿嘿，吓死！不会，我们安全，我们安全。吓你的队友！萤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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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萤火附近。哇，真的找不到了！我成功让秒数变少一点了。真的找不到了。活着的人如果还可以钻地下道，就可以在地下道附近。他的地道是那个很可爱的那个蓝蓝的东东。夏洛蒂知道吗？地道，地道，嗯，就可以在地道附近。他来，赶快直接钻走。为什么不见啦？哦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差一点，差一点哦！快跑！差一点！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。三个活下来了。好难哦、喔，那个我刚刚思考那个位置是哪里。啊，没事，我有帮你讲啊。因为那时候你在我附近，我马上就转走，吓死。啊，好恐怖！接下来换下陆地当鬼哦。哦，体验看看。来吧，杜比，杜比。一个人，一个人，起床。哦，咱还在睡，杜比。对不起，我起床了，我起床了。好，好。他真的是睡着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在，他家狗狗在叫，没事。哦，他背后有指使人呢。对啊，你有替身使者，你有背后的人在指路。替身使者来了。杜比，赶快先跑。要被揍了，要被揍了！你可以往那个右上泥皮往那里走了。巧克力也在这里，我会一路跟着巧克力。我要我会带巧克力一起，对对对。巧克力的话，对，右上右上，哎、欸，他滑溜滑梯，不溜滑梯，他爬梯子。已经经过了吧？对对对。等下等下等下，巧克力爬梯子，巧克力一直爬梯子。朋友，你们。哈哈哈哈哈！这重点是他们倒是倒在哪里啊？巧克力在蘑菇，不知道这个自己这个位置。对，巧克力在蘑菇。太多人在这里了吧？那是哪里啊？大家都好喜欢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那里比较安全吧？哦，你想救可我啊？你很没有自己的见解呢。我要死，我会把你一起带下去。该长大了。小弟，我帮你买了一个巧克力，对了，好吃的。哪里哪里哪里？来来来，该长大了，孩子。你要跟我说位置？哦，在中间啊，在中间啊，中间啊。哎呀，我用巧克力换你换一条命。该长大了，孩子。阳台阳台上面那边。对对，上面上面上面。你比你很无聊、啊，你连宠物都没得摸，可怜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，还可以摸宠物，你在这里在干嘛？你没有事情在做，我解啊，解了一个任务，解啊，解啦，解啊，你可以干嘛？你只会摸，对啊，你只会摸，只会摸心，等一下，嗨，变成说泥皮，晚安，泥皮晚安。晚安，泥皮，快到他，睡啦！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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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人了错人了，睡了，路过另外一个人，睡错人了，怎么到错人了？没关系的，哦哟，在哪里？夏洛蒂，为什么？你怎么也是？为什么我打魔？要把你遮住就好了。
哈哈哈，我的尾巴露出来了，巧克力不见了，我的尾巴露出来了，冷，很冷，很冷，真的很冷，很冷，对，很冷，很冷，真的吗？说啥？说啥？温，真的很冷吗？说啥？冷，超级冷，超级冷，超级冷，温，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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